还有谁？抓不抓？少恭，为什么玩这么大？ 我选择不回答。刚刚收到情报，有一批运去南美的毒品在香港附近海域不见了。他已经准备好网络销售。最大嫌疑人林正安，一个警察死了，一个正在昏迷。 一个不留，你还要多久才能追踪到我？三天，五天，警察有机会追踪到我们，那又怎样？